六版僚机不玩骑兵改玩枪，搭配潼关异族战法变成了天克各种龟壁和抵御，不仅补上了张辽怕龟壁的短板，伤害爆发力和续航能力也更强。一起来看异族僚机枪阵容来源：43伏，秦吕二爷，凌霄记忆。直接来看战法搭配，加点张辽全武力，郭嘉一速一掷拿暂避辨认减伤，王元姬快过张辽剩余智力，郭嘉带援助甲，王元姬长剑。至于张辽，宝宝只想说，带着郭嘉的僚机就别再过不去那个无惧的梗了。异族战法的设计和常规肉队里搭配进化加治疗的不同，僚机里优先选增益的彗星加必中，然后再搭配治疗和良医天赋，稀有效果彗星最高效果可以加 20%， 持续一回合。而由于生效机制的原因，实际还会偷一点漏洞，叠加两次到 40%。 必中是必选项，弥补张辽怕规避的短板，包扎肯定要搭配良医咯。这个狼来了效果就相当的完美，各项数值都是满的。王元姬的暂避也可以换成飞攻。异族僚机枪阵容打击面相当大，只是偶尔全队演一下，或者张辽被爆头战败，左三周可以选骑兵、王元姬带异族。我们下期见。